天哪，竟然有人发现了这种神奇的瓶子，光用手掌温度就能让里面的水沸腾，这也太神奇了。光用手就能让里面的水沸腾，这个沸腾球也太神奇了吧。这么好玩的东西我怎么都现在才发现啊。废话不多说，赶紧下蛋。宝子们，沸腾球给你们找来了，超级小的一盒，还没有什么重量，打开来看看。好像高中化学做实验的那种瓶子呀。这个真的用手一握就能沸腾吗？不然咱们来试试。这东西看起来也没什么高科技的感觉，很平平无奇的样子，里面呢好像也就是一些普通的液体。不过小伙伴们，你们发现了吗？这个瓶子里面啊，它有一些水雾，感觉里面的水像热的一样，而且这个瓶壁也非常的薄，咱们直接来上手试试。哇，它真的不停的在往上沸腾，哎，看到没有？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，咱们先让它上面所有的液体淋下来。现在液体已经全部转移到瓶子下面了，上面是空的哦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哇，快看，真的液体全部往上跑了，而且中间还有沸腾的感觉哦。底下的液体就只剩这么一点点了，这个是不是有点违背地心引力的规律啊？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它神奇吗？哎，我突然有了一个好想法，这么神奇的东西我们拿去整蛊我弟。小伙伴们，我这边点点赞赞，咱们说走就走。我弟在那边睡觉呢，走走走，咱们找他去。小雨、你相不相信我能用手把这个瓶子里面的水给烧开？不行，你动鬼呢，不可能。那要是我真的能把这里面的水给烧开呢？那咱俩就赌100块钱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到时候输了你可得把钱给我啊。行了，你先展示吧，100块钱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看你能不能把它赢走了。别急，我先来给他施个魔法。猫咪，现在呢，它已经变成一个听话的瓶子了。我让它里面的水沸腾，它都会沸腾。别眨眼睛哦，看好了。不，我去，还真能办到呀！看见没，水全部往上涌了，它沸腾了，瞅见没？100块钱拿来吧！哎，轻轻松松啊，就赢得100块，气小卖部了。这也太诡异了吧！我姐到底施了什么魔法呀？竟然真的让那瓶子沸腾了！不行，100块钱不能就这么被她赢走，我得想办法赢回来。哎，对了，正好最近买了一个好东西，接下来就用它把我的100块钱给赢回来。先把我姐给喊过来。姐，喊我干嘛呀？这么100块是不是我不服啊？要不这样，咱们再打一个赌。再打一个赌？你信不信我能让这上面画的小人动起来？这上面画的小人？这上面的小人不是画上去的吗？这个怎么动起来啊？我不相信。不相信？那你就看好了，别眨眼睛哦。看出来了没？看出来什么呀？我什么都没看出来啊。这个小人在动呀。我也看出来啊。怎么可能呢？我都看见了。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你们看见了吗？看见的小伙伴在屏幕上扣个一。我真没看出来啊。你再离近点看看。他都没有啊。你眼睛是不是花了呀？我真的没看见啊。小伙伴们点个赞赞，让你们换个角度看一下。看出来的小伙伴们在屏幕上扣个一哦。哪有啊，我来看看，我还是什么都没看出来啊。你看弹幕上那么多小伙伴都看见了，你赶紧把100块钱给我。我不管，我没看见，我才不给你呢。你怎么耍赖呀？小伙伴们，你说我应不应该把这100块钱给我弟？我会在评论区抽奖一位小可爱，把这个沸腾球送给他。那我也送。